这个人，其实他一直在默默在帮我们内湾做这个辅导。然后我发现他这个人，他做事非常非常的认真。如果说内湾山城因故事而美丽，然后我会觉得说，我们内湾商圈啊，是因为有张顾问而感动。范阿嬷以前说重情内湾，就想的，大的啊，那个大的。只是好像看到阿嬷，就好像看到自己家人一样。这我帮他写的啊，内湾第一家辅导店，然后那个包装袋都还没改变。范阿嬷也这样，不行改变。啊，来没有通知一下？没有，不用通知，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老朋友，当然老朋友是好高兴的，要常来啊，好，才常看得到啊，对，常常来看看老朋友。对，感谢，哇，干温了，内外有你真好，因为内外有张顾问帮我辅导，所以就是这样的。学艺是我们的领长，晚上都有参加我们两个小时的女烈的巡守队，他也是很积极的在为地方上，为女烈来服务来做事。像里长有事情，找他来做一些壁报画画，他真的很有这个心呐、啊，这是他做的，哎，那、啊、我们就是有时候活动就可以拿这个龙头出来了。师兄是我们十年前的时候，刚好在做爱傻。请问是？你好，我们是慈溪的社区职工，我们爱傻，可以方便到你们家吗？欢迎。好，谢。他就看到师兄师姐的，气质非常好，所以他就进入到慈济来。那时候刚好我们环保很需要慈济菩萨。他一开始就投入到环保，非常的用心。之后呢，刚好45周年庆的时候，社区要做布展，到现在的50周年，每一年的布展呢，都可以看到他的非常用心的投入。这个纸箱都是宝藏哎，哦，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纸箱回收来，纸箱再利用，然后我们在布展的时候把它呈现出来。他真的是 OK 先生，每一个人请他做什么模型、道具，他都是一一的，真的是使命必达。希望在这布展50周年，能够为慈济付出一点小小的一些个人的那个力量，然后希望这一次慈济50周年布展都能够圆满。我看见他。进入慈济的10年，看见他的脾气改，他女儿也是觉得爸爸改得非常非常多，比较不会去自主性的去关怀人，但是进入慈济之后就会说啊，什么事情啊，要不要我弄啊，什么事情我弄，这是最大的改变。就是做大垃圾。所以。我感谢慈济，我也是希望说以后跟我师兄两个人一起对慈济付出就对。我觉得上人很厉害，把这些老人都把他牵引出来，然后让社会不要有再多的悲情，再多的悲苦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参加慈济以后，很多静思与那。一点一滴，那个看了以后都会影响。然后说，人生一定要有个方向，不能够说都没有方向。所以说，就觉得一直在修啦，一直在改变啦。到现在做慈济有任何活动，我做的都蛮发喜的，因为看到师兄师姐都这么精进，我觉得我更应该要精进。那明年我就60岁了，我60岁。的话讲说我退休我一定要做一辈子的志工，因为我会觉得说上人不是只讲说付出无所，也会真的做得很快乐。